不知道龙年还在不在。敦方是一个 GM。转蛋，我同学一直说是娱乐牌，算吗？算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玩起来很爽啊，很娱乐。这样的解释，这样的解释你满意吗？玩起来很爽。只是我真爱是神父啊，乐科只是假象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句话要怎么回了，你知道吗？两边都不是好吗？我们乐科的是努力控的是番薯，对，然后神父根本跟我八竿子打不着。百战钻，然后解掉一只，接着的话下一回合直接逆末涅姆，开心。他这边顶多是非就拉那个立夏啊，然后又不能干嘛，他不可能下立夏，他顶多杀下三费的，像是瓦路兹之类的。还有什么？嗯，结果他决定下两只二二，哇，他只下一只，哇哦！这一手。好，五费篡夺使徒出来进化劫。那你怎么都跟我剧本中的不一样？我觉得啦，消失快帮忙往干爹头上浇水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约翰，哇！瞎会，瞎会。好啦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啦，谢谢啦。我进化点就送给你了。一直毒气，一直爽。为什么不全解？因为我就决定要这一盒要扫场啊。他如果留一怪，我就卖血啊，扫更多啊，更开心。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、啊。哦呦，只可惜 PP 不够。阿梦是西瓜出现了，找不到水，只好用西瓜了。哦 ，Soga， 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觉得啦，装掉，换掉。破灭之神，就问你皇家怎么解？他有银石加将军哎、欸，好吧，他现在有点强哎、欸，我快要没有手牌了。我在想呢、啊，他这边可以雷木，然后可以换掉一个小哥布林，然后再看着办。他要解掉，我快要没牌了！我快要没牌了！
単価もできるぞ。さり際も美しく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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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像是野生大将军啊，突然 buff 起来，每一只都一块都变成二二的牙签，我都炸掉了。爸爸劝退流。3D 孩子王加具象真难玩。如果对方真的 3D 孩子王，我觉得这场就送他了，有点强，还有点强。全找我们的菲娜，好，干完快去遇到带水龙城的脸龙，然后负一伤害，干，超赞。三 g 可不可以把夜梦改成入场拳？每次还没有发动就挂了。我想一下哦。夜梦啊，夜梦，夜梦啊！我觉得入场曲现环境不强啊，但是所以是可以改的。哇！等等，我是不是可以投啊？哎、欸！等等，刚刚聊天室跟我讲说，三弟遇到孩子玩那个，给我出来。我保证不打死你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我可能要缴一只甲虫去送。然后接着的话，我可以用。赤天剑砍掉他一只，我觉得还行啊。不过他会找什么？满山火石，好，送你。哇，有点顺。究竟他会进？哇，再一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再一只？可是他这样打是很亏。A few minutes later. Come on, my turn. 说好左上，左上啊。Artifact は私に従う。私は天空の覇者、ダークドラグーン。哈，还行，这节奏还行，不错不错。超えた、超えた。あんたのために強さが欲しい。まだ見ぬ先へ。解爆。ライドオン。武器なんて山ほどあるさ。よし。くっそ。開け、ショーパンの門よ。你还直接开始攻我了、欸。パワーウルトラデラックス。期待。有种加了蜜儿的味道，一种加味出来了。哎，等等哦，等等哦，等等哦。
差点就拉了，不行，不够，只能用这个头。听说可以这样，没用成功吗？感谢订阅哦。やばいですね。やばいですね。感谢订阅哦。竜こそ思考、ゆえに鋼の方向、頂点へ。頂点へ。獲物発見。頂点へ。頂点へ。哎，这张难道会成为关键吗？まだ見ぬ先へ。停止します。カルよ。さようなら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先に行きます。感谢订阅哦。看来我们金奥要出来了，金奥锅头，金奥即时锅头。知らぬのならばおとりにおとり。惜しかった。金奥即时锅头。すべては無力。それを知る。しぶきをあげよう。金奥锅头秀。如果他这边加鲁密尔嘛，我想一下啊，加鲁密尔崩嘎，我不会死。那如果艾娜呢？艾娜的伤害是五点吗？五点，锅头，我真的可以直接及时的嘞，金奥梅西亚直接站出来，哇，他是在找盾呢。因为我选了超强的丝线啊，但是打快攻龙族唯一的有用的东西。完了。敗北を認め。金奥超强，金奥超强，没有这样子能靠金奥赢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。拜拜。